我已经得到消息了，山本他们呢，明天会向县城进攻。我都已经想好了，这次呀，咱们就在去巴山县城的路上，给他们来一个伏击。等他们到的时候呢，咱们就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。要是这次顺利的话呀，咱们一次性把他们全部干掉。 姐，你这个样还蛮像样的嘛？这不废话吗？我是队长，我不像样谁像样啊？去去去，大号来！来了！大家都听我号令啊！ 又是那个吴星辰，韦队长，大佐阁下，这帮中国人实在太可恶了，我一定要抓到他们。韦子军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钱队长，嗨，你带着人去追这个吴星辰。嗨，我一定能把他们追杀掉。这个吴星辰，能抓到活的就抓活着，抓不着活的就消灭他。嗨。
明白您的意思。大佐阁下，那些女土匪呢？吴将军，中国有句成语叫事无巨细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操心，记住最重要的事情就可以了。嘿，属下明白。让所有的人向巴山县城进攻。嘿，英雄们，追击游击队，快快快走，跟上。蹲下，这帮短腿鬼子跑得慢，总算是把他们甩掉了。他娘的，该死的小鬼子，杀死了我们那么多的兄弟，老娘一定要活剥了他们的皮。你还说，要不是因为你和鬼子硬拼，我们能死那么多兄弟啊？是是是，你说的没错，你骂的对，都是我的错。以后啊，我不再咋咋呼呼的了。哎，咱们损失已经大半了，兄弟们的性命不能就白白的牺牲了。这笔账咱先记着，留着母猪在，不怕没猪肉吃。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，怎么报仇？你是不是我们都死了你才甘心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哎呀，行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！你骂的一点都没错，你要是觉得不过瘾，那你打，我绝对不还手。去那边看看，哎，仔细点。老大，这地方怪瘆人的，好像有不对劲啊。怕什么呀？仔细的给我进去搜，不就是几个游击队员吗？给我揪出来，上皇军那边领赏去。太君说了，吴喜春这个臭婆娘，抓活的，抓住了，皇军给大洋100块。100块？100块？老大，这鬼谷密林这么大，搜一天也搜不全啊。根儿啊，用用脑子。啊，这鬼谷密林就这一个出口，只要是我们守住了，啊，除非它变成鸟飞出去，变成鱼游出去，神仙也救不了它。哎，老大英明，他们就像那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久了。你们就去那边搜，你们去那边。哎，是，快点，找臭子去了。走，哎。快点，走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看仔细了，哎，都盯仔细了啊！哎，姐，有人来了，有几十号人，好像是小鬼子，先躲起来，躲起来再说。走，走。走，快！走，快走，快，快！营长，这次小鬼子来势汹汹啊！王勋，传我命令，全体官兵从城楼上撤下来。营长，这给山本这狗日的！出空城计，是，那我去传命令。这帮狗腿子为小鬼子干事儿，欺负咱们中国人，简直太可恶了！老娘总有一天要把你们全部干掉。他们人多，我们打不过呀。喜春姐，我看我们还是快点撤吧，逃命要紧。怂样，都到跟前了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，得给他们一点教训。教训？鸡蛋碰石头还差不多，我可不觉得这是什么教训。你说什么呢？啊？当然不能硬碰硬了，你以为我傻呀？他们人多枪多，咱们的子弹也没多少了。哎，得想个办法。走，仔细了。哎，阿飞，干他来吧。好。
队长，队长，他们在这里。副队长，哎，怎么说的？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下救我们救他们？都别说了，咱们不能硬碰硬，要不然会伤到自己人。这样，咱们先到密林里绕他们几圈，把他们绕晕了再说。走，走。